结束教学，高峰大壮。这个是要组队一起玩的吗？这个，我看看，故事难度，关闭吧。玩家，我在第一层。Agent, you know the drill. We've got another cell for you to take down. Only this time, you'll be after a familiar high-value target. Barden Shin, leader of the BTSU. What the? Since we discovered, 你是说这个是 bug， 然后他就不断的读取那个剧情，对吧？啊，天哪，搞得我还得重启一下游戏。走吧，走吧。21层，我是不是选错楼层了？还好，挑战难度。我要相信队友是比我还强的。看吧呢。Multiple hostiles inbound. 哦，天哪！这就是配对的好处。来，来瓶饮料。不知道我在怕什么，又不是打不过，是不是？再有个，到了，瞎了，啥都看不清。哎哎哎！明明看到他那里有人跟手了，我还是冲了过去。死你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哎，打炸了！哦哦。瑟瑟发抖。突然来了个胖子，那个无限播放剧情动画只能重启游戏，我遇到过一次。Shape tech detected. 哦，这个是要抢回来，被敌人控制了。什么东西在打我？什么东西在打我？强啊！走出地方，痛！中立了，哎呦，
果然不是个好的掩体。疼。队伍里有个电工其实挺好的，很舒服。哦，升级了。我好勇敢，勇敢到我都快死了。还有这个狗，哎，打包，换枪。打中弱点，他为什么会免疫啊？是因为什么会免疫啊？伤害不够吗？为什么会免疫啊？害路，遭害路的战争猎犬。所以说我们得害入伺服器。然后待会我就被战争猎犬一枪给崩了。标准结局。Shit. I'm coming. 救队友去了。嗯，来最后一个，可以打狗狗了。哇哦，好东西耶！15%的突击步枪伤害，头目30层 ，boss 来了，还有狙，喂，
区还挺多。好。我要退游戏了。An agent is no longer in your group. 真有人退了。Oh my god, 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right here?